这个当然非常重要。先生，杜先生来了。杜先生来了。嗯。我们看看去。嗯。我猜你就没睡，不打搅你吧？什么话呀、啊？这么晚来，一定是有事儿。坐吧，还是你了解我。其实也没别的事儿，我买了点豆腐干来，想在这儿喝点儿。咱们兄弟俩好长时间没坐在一起聊聊。好啊，老王，拿下酒。曼华现在是越长越出落了，不像我们家杜真真，哼，到现在还是个黄毛丫头。又说是真的开玩笑，真真都快成电影明星了。曼华，你还是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上学。那失陪了。哎。是羡慕你呀、啊！我有什么羡慕？潇洒。你自己能做你自己的主，不像我，一天到晚搅和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是非当中。今天早上我还被别人给耍了。哦，有人敢耍杜大探长？你是不了解我的苦衷啊。今天早上我接到一张当票，我到当铺一看，你猜，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玉蟾蜍。奇怪吧？还有比这奇怪的呢，也不知道谭笑礼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他也赶到了当铺，正好看见我手里拿着那只玉蟾蜍，他当时就觉得是我私藏了这个东西。有那么蹊跷？说实话，我一直还在怀疑谭笑礼呢，怀疑他监守自盗。你看，你也会这么想吧？我现在还怎么怀疑他呢？谭笑礼是当着众人的面收到的这只玉蟾蜍，他就只能献给大帅，他不会再玩别的花样，没意思。那么排除了谭笑礼，我又想起一个人，一枝梅。他就更没有理由这么做了。是啊，他八年前就拿到这个玉蟾蜍了，他现在还掀这阵风波干什么？我想来想去，这里面一定是有咱们猜不透的原委。唉，在上海滩做华总探长难做呀。俗话说得好，树大招风，全上海滩的黑白两道可都盯着这个位置。你什么都没做，你就招人家妒忌了。有时候想起来，我真是不想干了，我就想回家待着，省心。你真这么想？但是，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胡作非为的人在上海滩为非作歹。我想起了他们，我就觉得我吃点苦，受点累，这并不算什么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谭笑礼这个人太不是东西了，我一定得把他赶出上海滩。剩下的那些小人，
坏人，捣乱的人。我还得请毕凡少爷出山，帮我查一查，究竟谁是幕后操纵。我想，您一定不会拒绝的。我会尽力。偌大一个上海滩，能让我相信的只有你一个人。有时候想起来跟毕凡少爷小的时候在一起的日子，你吃一口肉，你给我一口笋，然后你又给我一口肉，你再吃一口笋。只有在童年才有快乐的事。是，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其实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这心里才是最轻松。那好，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好，我就不远送了，请留步。总裁长，我送兵回去。给我好好盯着他，也许他能帮咱们找到陷害我们的人。这个毕凡靠得住吗？把手放下。靠得住靠不住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帮我们找到线索。嗨，那我们还跟他干嘛？反正他会给我们提供线索嘛。笨蛋，你以为他是盏省油的灯啊？我告诉你，只有这样做，我们才最安全。哎，是。毕凡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。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你真打算帮他吗？不存在帮不帮。难道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吗？我只相信真相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要小心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你休息去。毕大侦探光临小店，想必是为了玉蟾蜍的事儿。你怎么知道？这还用说？自从玉蟾蜍现世，你们就几乎天天上门，把我们这儿走动的挺有人气啊。玉蟾蜍是在你这儿出现的，你难道不知道？天地良心，我真的一点不知道。哎，你想想，我要是知道还不得赶紧藏起来，我去交给杜总探长干嘛呀？那个当玉蟾蜍的人你应该见过吧？前天我正好上杭州进货去了，不过听我们伙计说是烟鬼模样的人。
烟鬼模样的人。对，他肯定是缺钱买烟抽，也不知道这瓷整里面有个宝贝，够他抽一辈子的大烟了。请问一下，张教授府上在什么地方？哦，不远，就在那个江苏东路，你到了那儿一问就知道。谢谢。江苏东路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以后有事尽管来啊，我有问必答。快，嗯，跟上前面一辆车。好嘞，快点。来，请问，张哥。是张教授家，是，里边请。先生，这边请。谢谢。狄大侦探光临寒舍，不知道有何贵干呢？地凡来的冒昧，因为有些事儿实在是没整清楚，今天特地来向您请教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您请说。前几日我们一同在唐公馆目睹了玉蟾蜍从天而降，所以我今天来是想。是啊，当时的情形真是想都想不到的。是，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玉蟾蜍的来历。惭愧，其实对于这只玉蟾蜍，我了解的也就是那天我在唐公馆里所说的那些了。哦，那验证方式您是怎么了解的？其实关于这一点，我也是听人说起的。听人说起的，是金朝典当行的葛寒江告诉我的。是他？他最神奇之处在感知水气，只要周围有水气的存在，他就会凝结在蟾蜍的背部，结成一个个晶莹剔透的水珠。张教授可真是见多识广啊！你能确定是他告诉你？错不了，其实那葛寒江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只是喜欢玩票而已。他好像对这种古古怪怪的事情很了解，我们俩闲聊的时候，我总是向他请教，还知道不少奇闻趣事呢。这件事就是他告诉我的。太谢谢您了。好，我就不打扰您了，我先告辞了，您留步。哎，你这就走啊？哎，我还知道好多类似的这种事儿呢。您走好了啊。哎，哎呦，毕大侦探怎么刚去又回来了？我有话跟你。是吗？我正好备下了一桌酒菜，走，咱们进去喝两杯，好吗？来，毕侦探，请。坐。我来呢，就是咱边喝酒边说不迟啊。来，把我那些冰镇的德国啤酒拿来。是。毕侦探可是留洋回来的，最喜欢喝啤酒，是吧？真是稀世珍宝啊！哎，玉蟾蜍是你偷的？为什么是我？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当时玉蟾蜍一出现，大家都很惊奇，马上就围了上来。按道理，像你这么一个爱好宝贝的人，应该希望自己尽早地让玉蟾蜍传到自己手里，只有你故意绕到队伍的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才拿到，这不符合常理。那我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你故意在最后一个拿到玉蟾蜍，
就是想在最后一刻给他调包，以假换真。可后来做了实验，证明那只玉蟾蜍是真的。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只是我们一时没有想到。跟这个啤酒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任何玻璃玉器在冰镇之后，在常温下都会出现这样的小水珠，而你在擦真玉蟾蜍的时候，将冰镇后的假玉蟾蜍换了包。你做的什么下雨试验，只不过是故意设计出的扰人耳目的说法。那不是我，那是张教授说的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我刚从教授家出来，他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从你那儿听说的，你还想否认吗？好好好，我确实是否认不了。毕先生啊，您的确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啊。还有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就是一枝梅，你才是这个事件里的真正高手。你在不知不觉中把杜邦、谭笑里还有我都玩得团团转，甚至我收到的那个奇怪的报纸也是经你的手。还有这个也是你故意安排。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做了这么多事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您就别多问，你先跟我来。好。这是你想要的结案报告，加上你原有的那些，就是完整的一份。是你？是，是我从巡捕房拿的，也只有我才能拿。给你这些，是想拜托你帮我查出真相。我要知道是谁杀死了李立总探长。哦，难道不是你？在全上海人眼里，他是德高望重的总探长，而我只是个小毛贼。但在私下里，他是我的恩人，我们是生死之交啊。你跟李总探长？对。说起来，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。你终于被我抓住了。废话少说，我一枝梅既然失了手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我只求死个痛快。哈哈哈哈，你以为我把你抓进来就是想杀你吗？
还想干什么？我易之梅虽然是个飞贼，向来凭良心做事，你要是有什么鬼点子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凭良心做事，说得好。其实我已经查了你好几年了，如果不是欣赏你这样一个义贼，你早就死定了。今天我抓你不为别的，就是想见一见你，顺便告诉你一句话，你劫富济贫，英雄侠义，让我敬佩。但是鸡鸣狗盗终究不是大丈夫所为，凭你的身手，你完全可以选择别的方式惩治奸贼。李总探长就那样放我走了，出来之后我决定洗手不干，以报答李总探长的知遇之恩呢、啊、所以就开了现在这家当铺。这么说的话，你跟他的交情的确不浅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，我还经常去看他，当然那都是秘密的。一直到展览会上玉蟾蜍被窃之后。玉蟾蜍是国宝，你不该动的。不是我，我早就洗手不干了。我相信你，但是除了你还有谁能有这样的身手呢？如果没有第二个我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。是什么？监守自盗，有人设了骗局。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，李总探长也猜到了，但是却没想到整个骗局就是冲着他去的。报告，公使大人到。那你先避一避啊，回头我再找你。啊，好。你口口声声说有把握，这就是你的把握吗？拿着假玩意来骗我，你是想升官想疯了吧你？连我也敢骗，就凭这件事儿，我能让你这一辈子再也别想当这探长了。我是第一次看见行事一贯稳重的李总探长被人害得那样的窘迫。那么是谁害的？难道就一点线索都没有？李总探长根本没有想到过有人会故意害他，他一心只想着破案。至于说害他的人，如果一定要说一个，那就是杜邦。以他的性格，容不得别人在上面压他，更何况像李总探这样正直的人。李总探长查出谭世杰曾多次制造假案件交给杜邦查办，给杜邦增加了不少功绩，令他步步高升，所以他认定谭世杰和杜邦一定是互相勾结利用。而在展览会上制造玉蟾蜍的失窃，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机会，既能把李总探拉下马，又可以让杜邦取而代之，还可以让谭世杰获得稀世珍宝。对，只不过这是我们现在的猜测，当时李总探长并没有发现杜邦的野心，他一心只想着破案，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。为了证明我们的推测，我潜到谭世杰的家里。
出所料的事，玉蟾蜍果然就在他家。依你所看，李总探是怎么被杀的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啊！我带着玉蟾蜍正准备去报告李总探长的时候，快！发现他们夫妻俩已经被人杀死在家里了。关门。现在想干什么？为李总探长伸冤，找出杀他的真凶。要是按你说的话，你没有杀害总探长，也没有偷得玉蟾蜍。我的确没有。好，我可以相信，但是我现在没有证明谁是凶手的证据。我也是想找到杜邦他们使坏的证据，所以才偷来了结案报告。可是我看了他整整八年，都没有在其中发现一丝破绽。这就是我要找你的原因。八年了，我一直背负着罪名，李总探长在九泉之下难以安心。老天爷让谭世杰早早地下了地狱，可是还有杜邦。我明明知道谁是凶手，却苦于没有证据。无论如何，我只是个贼，非贼也好，义贼也罢，我哪看得出这些奸人们行事的破绽？现在你来了，我只能拜托你了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呀？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侦探。有良心，对。以你的身份，以你结交的洋人和军阀们的势力，当年杜邦陷害你的时候，你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可你没有，你站出来揭发了他。有这样的作为，那绝对是一个有良心的正派人。良心，你不答应？就凭良心这两个字，我想我不会看错。我答应你。谢谢。曼华，你看我这条裙子怎么样？本来啊，他们要给我做大红色的，大红色多俗气啊，哪有这条裙子这么好看啊？你呀，就知道买衣服，我觉得你的衣服已经够多的了。哪有啊，衣服嘛，本来就是要搭配着场合、心情和朋友来穿的。你呀，就是跟不上潮流。你跟得上潮流，我来欣赏不就行了吗？曼华，你看你每天都穿得那么素。改天我让他们也帮你做一条裙子，好吧？两位学姐好，我有件事情想打扰一下。我是刚从北平来的，才到学校，对上海不熟。我想买些东西，不知道你们两位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上海哪里的东西比较好？买东西？买东西找我啊？你想买什么？是衣服、化妆品还是零食啊？我陪你去吧。曼华，你一块去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事。你陪他吧。你要买东西啊，他可是个行家。你去吧。你看这个人就是不懂得享受。那我陪你去吧，走。哦，对了，忘了问你的名字了。我都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叫菲儿。菲儿，嗯，很有品味的一个名字啊。我叫杜真真，杜鹃的杜，天真的真，你叫我真真吧。真真，杜真真，走，我们走吧。嗯，站好了！我的脸都让你给我丢尽了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当警探的常识啊？当时不是我去跟的，您不是说不让被发现吗？我就派了个弟兄去。那你倒派个机灵点的呀，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
毕凡去找葛寒江就是查问那张当票的事儿，后来俩人就出去了，这不就跟丢了吗？不过我想肯定没什么，也就是吃顿饭什么的。你想啊，就你想的简单。以后办事给我小心点。是，邹团长。那您说毕凡找葛寒江能查出点什么吗？一个开当铺的能知道什么呀？你别管了，以后我自个儿给他查个清清楚楚的。哎，邹团长，您知道吗？大帅又打了好几个大胜仗。他打胜仗你高兴什么？不是，我是想啊，这消息是不是对咱们有利呀？你真这么想的啊？你觉着这个消息对我们有利？是啊。正相反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谭孝礼他是大帅的干儿子，大帅打了大胜仗得了势，那他还不扶摇直上啊？从他刚开始来上海的时候我就预感着不对，你看看他现在张牙舞爪，目中无人，再借个东风马上就成为你我的心腹大患。总团长，您多虑了，俗话说强压过地头蛇，您杜总探长又岂是地头蛇那么简单，您说是不是？出去，给我出去。总探长高明，总探长真高明。除了拍马屁你还会干什么？各派员英明，您瞧瞧咱们大帅多喜欢这宝贝儿啊，您这么一送正好又是大帅凯旋的时候，他想不高兴都难。说实话，最近咱们大帅这几个胜仗打下来，不要说您，就是我们的脸上也有光啊。现在好了，有了大帅的庇护，这全上海滩还有谁敢跟您说个不字儿啊？慢慢来，上海这块地方有的是油水，得好好捞一把。这个杜邦和上海商界的关系密切，咱们今天就从他那儿开刀。特派员英明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我下去看看。左哥，他妈的，你赶着去投胎啊？你看看这是谁的车？喂，你怎么那么霸道啊？耶，汽车不长眼睛，你不会看路吗？你个小丫头，嘴巴倒蛮厉害的嘛。哎，你撞了人还想打人，来打，我就当是被疯狗咬了。我看你是不吃点苦头长不大的。慢着，我看该打的是你。是，特派员。看你简直像条疯狗。不知这位姑娘是？哎，菲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珍珍。哎，谭叔叔，这么巧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什么事儿？出来办点事情。驾驶员呢，一不小心就把人给撞了。珍珍，这位姑娘是？啊，她叫菲儿，是我的学妹，从北平来的。哎，菲儿，这是我谭叔叔，你也叫他叔叔吧。那就不必叫了。这样吧，珍珍，改日啊，我请你还有这位菲儿小姐到府上玩玩，怎么样？好啊，那你可要下帖子请我们两个哦。那当然了。再见了。再见。特派员，这姑娘不错吧？你要不要？刚才你就差点打了她。要知道，她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。是是。上车吧。你上车。杜总探长，特派员，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好好好。
特派员大驾光临，有什么好消息啊？这次大帅一连打了好几个胜仗，他心情好得很呢。大帅说了，多亏了你杜总探长精明能干，才找回了玉蟾蜍这个宝贝。他说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你啊。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啊？好消息，肯定是好消息。你看这大帅一高兴就一心为咱们上海着想。我都说了，大帅您日理万机，就别操心那么多事情了。可他就是不听劝。他说别的事情可以不管，上海这个地方是一定要保护好的。这么好的上海，可千万别让别人占了便宜去啊。我想这大帅说的也对，您看呢？是是是，既然要更好地保护上海，要维持军队的实力，那自然就得筹集军饷。不过大帅说了，看在你杜总探长的面子上，就少收一点，每个月嘛50万大洋吧。50万？哎，杜总探长，您千万不要过意不去，千万不要觉得这50万大洋拿不出手，够了。咱们大帅是非常体恤他的部下的，他一心想的就是整个上海的安全，哪能图这几个大洋呢？你说对不对？就是个意思嘛，意思到了就行了。好了，大帅的事情我转告完毕，正事儿就到此为止。哎，吴大娘，刚才来的路上我见到一位姑娘，长得蛮秀气，她恰巧是你女儿真正的同学。这姑娘漂亮有味道，我算是真正见识了上海女大学生。所谓沪上名媛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什么时候请你女儿真正帮个忙啊？哎，你哪儿弄来这些报告？不说都已经丢了吗？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还不能告诉你。莫非这案子还有什么隐情？可以这么说吧，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好啊。你帮我查一下8年前参与此案的巡警有谁在，看能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线索。行，我2天之内给你消息。好。在这儿呢。回来了。买的什么？都是你喜欢吃的点心。哎，周明，你也吃点。哎，我可不吃，我先走了。一起吃吧。哎，周明，这可都是你爱吃的。我真不吃，反正呀，这也没我的份儿，我也真不饿。哎，对了，你交代那事儿，我会尽快给你办的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先擦擦手。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能怎么样？时间太久了，很多痕迹都被掩盖了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证据问题。别着急，肯定能查出来。尝尝这个。啊，哦对了，我正想跟你说呢，以后啊，在意人家点东西，给人家点面子。Thank you.
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别跟我叫苦啊，我也是没办法，这是大帅的意思，你们谁要有意见，自己找大帅提去。反正意思我是传到了，具体怎么办，自己想办法。其实啊，大帅也是为了上海滩。你想，如果打起来，兵荒马乱的，大家伙到哪挣钱去？是不是？想过安定的日子，还就得靠大帅的部队。你说现在凑点钱充当军饷也是应该的。再说，你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大老板，这点小钱算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那就明说吧，要多少？我就是害怕这个谭校里贪心不足，是口填不满的井。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我明白了。我简直是太年轻了，我太不懂事了，我太嫩了。就是给毕凡当寒的那个神秘人。这都是你调教出来的，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